那表情明明就很驚喎。結果之前沒得用喎。你知道時鐘已經甩過人先嗎？已經甩過人了，你還要注意定眼來。我真驚你喎，甩過人。我真驚你喎。你為什麼色的？我紫色的。這紫多藍。啊，你真的背着做纪念了？啊！你真的背着做纪念，可以把它折弯，帮你写上日期。哦，不要！哇，金毛。嗯。他这里是相助，他不会来。嗯。爸爸就叫俺们。他说这个说完了。走到你脸肿就肿开，那这个是可以开的。哦，下面那个就是全部是锁起来的。我的这样多少？你的是你刚刚收多少钱？490，1470。那这个头都是规格的互换都可以用，如果说不小心就你舌头像那个松开，这个也可以装，暂时用比起来。那我们调动就是有保护，如果说你这个问题不清楚有没有，你给谁在网络上面拍给我看，好，可以密我啊，不再帮你做解决，好，谢耶，走了。那你们呢？复活了。终于不会怕了。东西都带到好。有，谢谢哦。不会。先坐。那你们先坐。好。我先把工具都收一收哈。你鼻子想戴那一颗的还是黄的？一颗的。一颗，等一下拿给你看，那个有几种款式可以挑。我都是选，你看。但是我们穿不用担心的。鼻翼的，你穿那一颗，因为一颗的，我觉得都蛮容易掉的。但是有不会掉，可是那个要加，那个是锁牙不一样，锁牙的款。那个很难装上去，但是我可以装，只是那个比较贵而已。啊，还有一种是稍微长多一页面出来，因为一般我们装的都是六页面的长度，然后后面有个小锤固定，那比较比那个微松客人一个。今天其实我是休假的，很多人跑来。就是不要跟人家说我休假会接客的，你也自己的时候刚好有空就接了。你们念哪边？是大学啊，你可以念亚洲。亚洲啊，你的建国彰化的哦。建国，你是念美容什么系的吗？不是美容，行销。行销，你们建国竟然有美容什么系？他们那些就头来穿洞的，我都快，就是怎么那么夸张？穿洞还就头来一堆人。穿鼻翼是用细的针，不是用粗的针。